髂肌指的是髂肌和腰大肌，髂肌位于骨盆的髂骨窝和大腿股骨的小转子，它是人体的髋屈肌，当它主动收缩时，髋关节角度变小。腰大肌于第十二胸椎到第五腰椎，也止于股骨小转子。长期久坐则导致我们的背动缩短，僵硬无力，从而产生各种各样的代偿及疼痛。跪式弓步是最经典的拉伸，这样器械很少见，徒手就可以做。注意前面腿的膝盖不要超过脚尖，让小腿垂直地板，向前腿的同边做侧伸展，还能拉伸腰方肌。每边30秒，练起来。我是万林，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见。夹居俯卧撑，切记手肘向外耸肩翻腕，动作没办法标准，可以手肘前置做推接，大臂夹紧肘尖向后，直根压实，推起身体一半即可，掌心向后，难度增加。最后做直臂俯卧撑，一应而十，过度循环。按照这个进阶方案，每组动作4到6组，每组20个，最后就可以挑战直腿俯卧撑。点赞收藏记得练，我是朱万林，关注我，下期见。追剧追出小肚子，那是姿势不对。推荐一，肘板支撑交替，切记太腰耸肩；推荐二，平衡支撑，切记翻胯成俯；推荐三，侧桥。以上动作每个能做多久做多久。最后再来个拉伸，猫伸展示，大腿垂直地面，手臂前伸。如果胸部离地面很远，记得垫个枕头。我是转林，为你送上更多原创干货，关注点赞，我们下期见。杠铃片举至肩水平，挺胸撑肩，背部夹紧，使周围区域收腹，切记含胸耸肩。左右一个，15个共4组。点赞收藏记得练，我是朱万林，我们下期见。来和朱老师一起品品现在最流行的筋膜枪放松吧。我选了不同价位的两把。哇哦，这也太高级了吧，像是特工武器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6个按摩头，一会儿体验一下什么区别，感觉自己好像是拿到了武器的特工，有点小兴奋，呀呀呀！再来看看另外一个便宜点的，颜值上差一些。哎，我去，怎么那么难拔？筋膜枪的按摩头所产生的高频震动能作用到肌肉深层，对运动后放松肌肉、缓解酸痛、促进血液循环、减少局部的阻张力有很好的帮助。所以选一把好筋膜枪，最关键的就是点击。用不了多久就发热发烫，很影响体验感，还关系到产品的寿命和安全。散热功能是否强也很重要。放松完斜方肌，再放松完小腿，这两个是常用部位。像我这样懒得充电的人，就关心它充满一次能用多久。想用的时候发现没电了，多尴尬呀！续航能力也是关键。每个觉得自己是肌肉型小腿的女生都应该配一把。掌握以上几点，不一定要买贵的，但是一定要买对的，赶紧来试试吧！关注点赞，为你送上更多干货，下期见。仰卧屈膝，弹力带放置双脚掌的1/2处，双膝双腿分开，持续对抗弹力带横向的张力。呼气时发力，大腿贴向胸腹，腹部下沉绷紧，对抗弹力带纵向张力。也可以上下摆动双腿，增加难度。45秒每组，共4组，一个动作4个难度级别。收藏点赞要练哦。双脚打开与髋同宽，俯身挺胸，臀部向后，阻力来自身体的侧方，弹力带或者绳索训练架都可以。呼气向前，水平推送，腹绷紧，对抗身体旋转。站直交替练，共20次，4组。留下你的健身问题，收藏点赞要练哦。如果做不了标准的引体向上，可以试一下退阶一，单杠低位跪式；退阶二，悬吊直臂回缩，注意手臂伸直，回缩肩胛骨，肩下沉；退阶三，引体向上注意气。有这个器械就太棒了，但是不要依赖它哦。收藏点赞要练哦。俯撑地面，肩膀垂直，手掌屈髋屈膝90度，水平摆动，绷紧腹部，切记耸肩。吸气打开，呼气向内，每边20个，两边共4组。收藏点赞要练哦。很多人在做硬拉的时候不会屈髋，只会跪，而不粗腿的臀部孤立训练需要锁定小腿胫骨，孤立臀部，将平凳放置于小腿前方，俯身屈髋，绷紧腹部，先纠正动作模式，再负重，还要记得强化腰腹核心哦。That shit.俯身屈髋，切记手掌支撑在大腿前侧，掌心推动膝关节，挺胸，延展脊椎。吐气的时候，腹壁向内收缩，感受腹部肌群像肌肉束腰一样包裹腹部。4组，每组20个，有用记得点赞哦。你以为的健身网红是这样的。实际上，他真正训练的时候是这样的。还有更狼狈的，为了不掉粉还是别了。弹力带过顶环绕，手肘伸直，90度曲肘旋后，手心朝上，大臂夹紧，水平外展，掌心朝下，沉肩扩胸，对角伸展，下方手固定，上方手120度伸展，每个动作每边20次，有用点赞哦。双脚打开与骨盆同宽，单腿后撤，脚尖点地，两个大腿在同一平面，双手各持一个哑铃，重量根据自己的水平来选择，切记骨盆歪斜。吸气的时候俯身屈髋向下，锁定小腿胫骨不动，挺胸收腹，呼气的时候发力向上。
可以选择坐凳子或健身球上。相对凳子而言，健身球可以更好的让我们的腹部和臀部的核心肌群参与稳定，单腿抬起保持可以强化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，强化它们可以更好的稳定膝关节。如果你想要臀部参与更多，还可以像我这样套上弹力带，双脚打开与髋同宽，掌心向外抓握把手，抬高大臂，肘尖朝上，手背在脸颊的两侧，肩胛骨夹紧，肘尖带动大臂做环绕。20个一组，做4组，动作一定要控制哦。贴墙坐立，双手置于身体两侧，障碍物放脚踝处，与髋同宽。呼气时抬起，吸气落下。10至15个一边，共4组，强化肌肉力量，保护膝关节。有用记得点赞哦。双脚打开和骨盆同宽，弹力带套在腹股沟处，胸腰背挺直，绷紧腹部，吸气屈髋俯身向下，呼气臀部发力向上对抗弹力带，站直，控制小腿没有过多的位移和活动，小拇指沿着小腿前侧向下直到背部水刺地面。15到20次一组，共4组。